好，梳子，欢迎来到我新期的 vlog。今天我要去靶场玩了，还是跟我上一次那期 vlog 里面的同学，我们一起要去玩他们的枪了。今天穿了一身超级酷的黑色小裙子，然后还扎了双马尾。我已经1万年没有扎双马尾了，总感觉怪怪的。看俺今天的装扮，哎呦，这一身拍出来也太黑了吧！我们出门啦，小猫咪来啦。周末来的好多人啊，还是上次那个这个靶场，今天好多人啊，每个坑位基本上都有人。这个是我们的靶子，非常的可爱，别人的靶子，到时候拍一拍老美的枪，这是什么枪我都不认识。最后四发了，他打了。我说什么？西鲁山。Target。上法来着，直接塞进去就行了。往上面往下压。这个应该是上弹最简单。先把前面放进去。前面放进去。对，往上推。哎，上弹。我可以打吗？啊，我说你先保险的一个，先把这个拿好，使点劲。我下来了。对，下。哎。然后用这个往上拉一下。你小心点，这边手可能拉着。是这样，拉着。来，好的，好了，可以放了。到了最爱的 AK 时间。从那儿带。还是那么的痛。哎，打中了。打中了。好，七环。对的。好，八环。9环，这数字越大越对你快打10环了呗，打中心了呗。啊，8环。这环又开始痛了。9.5，九点五。打吧，这边跑是吧？好，然后这时候就不打的时候，把这个拉上，把保险拉上。我的肩膀很痛，要打喷子了。这个好顶啊！完了，哇，这个好痛。比 AK 还痛吗？比 AK 痛啊？我觉得没 AK 痛。劲儿有点大，对呀、啊，劲儿比。开路了吗？你这样，不站不站。站好了。啊，不是，你可以多上几。We got the one janky ass day bench. All right, same target, same spot. Yeah. 应该能装6吧。
起吧，起啊，还有吧，我觉得差不多行，然后这样再拉一下，再拉一下，对，把它推，拉上来，这个上，对，这个上，这地方给它，小雅，妈呀，这比 AK 猛多了，妈呀，All right, hey, I'm gonna shoot that 20. Wait,好了，我就打了两发霰弹枪喷的，我就不行了，我现在整个右胳膊这儿就是麻掉的状态，这个后坐力比 AK 强多了，强太多了，我感觉有五个 AK 那么强，特别特别强，而且火药味超级重，再也不想打喷子，人越来越多了，全都坐满了，打完了还要自己收子弹壳，靶子打成了鸭子，被贯穿的易拉罐们。我们结束啦，现在要回家吃火锅了，一会儿见。我们到家啦，今天超级丰盛，冲啊，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，等锅底调好我们就要开吃了，哇塞，锅底不辣不欢，酱料调好了，有咱们准备开吃了，上次咱俩只用了一道，那个用这个肥牛真好，有六块的话就咸味刚好，对，那家好，这个肥牛很瘦，反正超好吃，已经被吃掉一盘了。对，我饭后西瓜时间。哎呀，哎呀，打的也不多，没啥子弹。可爱，可爱死了，可爱，超多可爱。好红，超多。看来大家那个这个。我都丢的。啊，什么？你们在玩还打？还打。上一次拍 Dio 还只有那么大，哎，对，现在已经这么巨大了。撸一撸。今天啥都没来呀？我多高飞的 ？Ruby， 哎呦，好了 ，Ruby。我能等到现在。哎呦，给撸一下。哇，好红彤啊！小猫咪。哎呦，我操！这是个有思想的。好啦，我到家了，那么其视频就到这边结束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